停下了没有？站住！你们给我站住！把包还给我！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他两条腿怎么可能跑得过咱们四个轱辘的？走吧你！亲的学妹，她要是丢了可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大哥，你把钱多少钱？大哥，你死了我的样子了！打死你！大哥，再给你一点给我。小林，这个去吃啥？啊，吃大龙虾吧。好，我带你去。啊！别拿了！臭小子，你谁呀？你们管我是谁？我告诉你们，赶紧把钱给我！钱？什么钱？对呀，什么钱呀？我们不知道。刚才你们的所作所为啊，我全部都看在眼里。我告诉你们，赶紧把钱拿过来，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嘿，臭小子，还对我们不客气？我劝你啊，少多管闲事。对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所作所为，今天只要是个好心人看到了，都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更何况我还是一名退伍军人。退伍军人？哎呦，退伍军人人家好怕怕哦。那要不然这样吧，这个钱呀我分你一半，这个事儿你就当作没看见，怎么样啊？我都告诉你们了，我是一名退伍军人，怎么可能和你们同流合污呢？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老六给我上。好了，大姐，给我拿一下。有你个废物，关键时候什么都得靠你大姐我，拿着。哎呀，妈妈，拿着。大哥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可是靠脸吃饭的呀。哎呦，就你还靠脸吃饭？我告诉你，不打你啊也行，但是以后啊别干这种缺德事啊，否则我借你们一次，打你们一次。赶紧把钱给我拿过来。知道了知道了，大哥，我们下次再也不敢了。老娘，不报给你，不报给你。下次啊别再干这种缺德事了，赶紧滚。跑了。你不需要知道我的。我的宝贝讲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那可是我爷爷奶奶都没去算给我借来的学费，他被人家抢了，我怎么上学呀？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哥哥，怎么了？小姑娘，你别哭了，你的包我已经给你追回来了，来，给你。还真是我的包，我包里面可有钱，很在很在，这些钱可是我奶奶爷爷都必须做给我借来的学费，要是这些钱丢了，我还怎么上大学呀？谢谢你哥哥，谢谢。不用谢，小姑娘，我相信啊，只要是个好心人看到了，都会帮你的。哦，对了，以后你出门在外，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。那没什么事呀，我就先走了。我只有一身坦荡。